八九十 ，OK。就是这四支棍，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蒙眼睛的，然后预备的进程两个大的世界屏幕，一二三四，输的人要做什么？赢的有奖可以拿，输的人呢就是被打了，赢的人有特别奖品可以拿，那个特别奖品我们在最后 announce 嘛。所以这一次我们要怎样玩呢？就是蒙眼打人。蒙眼随便乱撒，可以啊，这叫蒙眼乱撒。我们四个人呢，然后我们会玩六回合，这六回合呢一定要决胜负。如果真的六回合都平手的话呢，我们就会预备最后一回合。我们到底是谁跟谁一组呢？所以我们现在就来 offet。拉达拉滴达班瓜 ，OK， 好。拉巴里拉巴里达布，就这样查。来，我们来两个字的，来，飞了，一二三，哦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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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你们干嘛去后面？来，还没有开始，来先，还没有开场玩。OK， 这个游戏呢不能够扫地板的，不能够。第一回合，你会派谁？你先啦！不要，滚冲！第一局用滚冲来，你跟哪里滚冲？啊，输的人打。啊， okay、输的人打嘛。哦、送。输。送。OK。OK， 那他输。还不一样，还不是一样。这样。这个是我们家的桌布。OK。Thank you.
一直在这里，他这样子，他那边这样扫。然后你们，你看我走完，然后走到这里，哎，有人了，你没有动啊？最佳众人奖，我们有请阿宇跟娜娜。
啦。哎，不要讲讲，你刚刚讲。姐姐讲输了被打。输了被打。好啊。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 follow 我们全部人的 ID。